下来是可以接受，这边动起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很高，打出来，但是被挡了一下。有布隆，还可以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 RNG 的下轮中，哎，这波 TP 这边要换了，治疗换成一个传送，好，这波要打节奏，开启了大招，大叔的大招能捅到谁？瑞兹开车没有开车过过来，空车空车要打对方的前排，哎，但是前排被分开。前排能打到吗？这个赤子进去没有打到你的一个大招，刮大是刮到后排的房子，小虎这边是有闪现的，在跟一直在打。啊，这边是盾牌没收了奥运的大招，哎，因为进场了，要毁灭性的打击了。别人叫出个死亡闪现，自己直接被秒了。他的叫出个 EQ 二连，还好皇子的大招是拖住了一定的时间，但是不够漂亮。先给他闪现加 EQ 就能收下。哎，开车过来，这边叫拆上塔，要杀了，要杀了，两条兵突破有点危险，全来了。两条兵有闪现，坦克直接进场，还。是可以的，这波闪现可以跑出来了，这波要反打了，一颗进场，外号大招只拿到一个，前排还行，别的输入够不够，全部打在一个宝蓝的身上，好像哦，宝蓝杀掉了宝蓝，后这次这个打位置还不错，进化解了一下，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，看一下这边想坐车，这波可以追击，韦恩还在追，奥恩的血量也不多了，小虎闪现过来，定住，但是韦恩第一时间没有上，布隆的被动触发，还有机会，奥恩也被秒了，这波是奥恩的一个机会。漂亮，这波 RNG 打赢了，但是八条闪现 Q 没有杀掉，又回到了小虎这边做的不错，小虎这边又留下一个 Rookie， 但现在哎，这波 Q 已经出大龙，天马行空，这一波有机会啊！但是这两个眼差的，是不是被 IG 看到了？但是那边可以坐车，那波坐车坐的很快，大招一拉，拉了一半，但是一在这边挂了两个，直接挂死了布隆，这里明直接死了，这小虎的状态太差了，直接叫出你的这一波有点难受，龙是谁的？龙明啊，直接杀掉了明，这一波。要结束比赛了，要结束比赛了，并且是成功惩戒掉了这个大龙。哇，这一波是 RNG 的，但是这个开车开太，哎，我九死一生嘛，有点难受。大招一拉，哇，想秒，这边大叔被烫死了，哎、烫死了，完了，这波又是没收了。哦，没有前排了，没有前排了。明的这个盾举的真的可以，啊，明这把布隆盾举的不错，但是整体节奏上还小虎没有闪现了，有金身，但是好像没有开大。没办法，这波没得输个小秒一代，阿布吃了进去，这边要追 A 波，走 A 怪这边是 A 掉了一代，但是自己的话也是被逼到了泉水里面。那这一波的话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只剩下维恩一个人，这个时候剩下的所有队员 ，IG 应该是可以带动这场比赛。没有闪现了，哎，要打一个 Ace， 打一个 Ace。26分钟，在前期。波兰不惊的一个背景下面 ，IG 在中期突然发力，应该说 JK Love 跟 Duke 这两个打团利息的存在。对，再加上这种平稳发育型的话 ，Duke 开心，前面要过来了，闪现 Q 拿不回来 ，JK Love 推了一下，完了 ，JK Love 这边可能要死了，打出不同的被动，但是无济于事，这边皇子一个 Q 应该直接穿死。这个啊，宝蓝这个他能滑动的几个点都打死。啊，这边又来了小明，看一下这波怎么处理。牛头闪现，漂亮！一看到位置，这个亮我又被挑起来。要接上这个亮，我接亮这波虽然有护盾，但是还是死得很快。这一波明的闪现 Q W 顶回来，而且皇子绕后了，这波可能是一个反打，要被反开。皇子这个位置非常重要。这边三个人，四个人，一波进场要杀谁？先干了个杰克拉沃，杰克拉沃这边形成第一个起火点，自己的伤害很低啊，要直接被一个加强 Q 死了，结果死得很快，小猫跳了起来，一 Q 二连，一个都跑不了，还有一个大树，哇，双杀的，太恐怖了，但是这边可以用小炮的射程优势去偷点，过去要开车了，要开车了，哎，直接开团吗？还是老牛？又是老牛，牛肉回沙皇，小沙沙皇，沙皇这边有闪现的。都在伤害，没有打死他，追一个一杀，大招接着带走沙皇，完了。防御的核心沙皇已经倒地了，这吸血鬼太可怕了，吸血鬼跟瑞兹配个小炮，三个输出点闪现过来，要和对方的 JK Love 这边开启护盾，大树也倒了， JK Love 还进行输出，被怼了一下，那这边全是残血，反正一 Q 闪现，但这是芙蓉之宝啊，可以划出蓝飞，只是打出了一个春哥，只是春哥，只是春哥，复活过来拆塔就可以结束了，只剩下小兵，小兵好像还能扛住，应该是要一波了，可以一波了，可以啊，一 Q 要躲开，这个还能还是要杀人，直接被秒，哇，两盘其实结束的时间都蛮快的，快的都是26。再往下走了吧，啊，没有老牛要来越塔了，不行，被秒，直接在塔下被四人。他自己也跑不掉了，
岩雀来了，强行手指了一下，结果想要先打。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射击大招，岩雀被怼过来了，但是小虎这里很危险。小虎血量太低了，小虎这边怎么了？输出点倒了一个，来自边线边一技能好，直接用过了。他这边拔毛拔了一下，这边奥恩这个大招很关键，北飞的怼到了，还要杀白豹直到。有一个秒表，但是无济于事。冥王先，冥王也是忘了，这是一个到位了。哎，又是香锅跟，但是开车过来，开车过来，还真过来了。岩雀直接被撸一套。哎，但是 Ruby 把对方踩到自己脸上了，这波可能自己很危险。巨弹，哎，这个大招 Ruby 的血量太低了 ，Ruby 要被秒了。这卡斯克也被秒了，这一波的话，安吉的中野直接被秒。今天先布了一下女妖，但是前排，哇，这一个人深入以后啊，这么凶残的吗？这边要看谁先打第一波。哎，如果不打的话，可能埃及要反杀了。哎，这波哇，还好有一技能啊！这波大招，哇，差一点点，一丝血，但是螳螂来了，有身的大招，怎么说？打起来还是拿出了第一下 Q 技能。这波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？因为打也没了，打也没了，强撸大龙，这可能是埃及的一个翻盘点。埃及看到了曙光，剩给到了一个传送，正面的四打五，这波还不好说。而且这四个人也是兵强马壮。哦，这大招怎么推？推到雷正面，两个开起来，安吉选择了先打正面。小明好肉啊，还没有倒地就吸了回来，但是又控制后面扛不住了，又先倒了。这边的话，小虎还活着，小虎这边被控了一下，往后拉闪现要出来，哎，没控住啊，这边闪现上去突回来一个蓝币，宝蓝倒了，这边要双 C 收割了，白宝爬起来了，这边拉我没有换掉，小虎还在正面，装备上还是差距太大了，双 C 位输出能力。这是一个机会啊！对，这一波就是说 IG 打完之后的抉择也非常重要。